原标题：彭亮怂恿马超谋反，被刘备逮捕治罪，为何会向诸葛亮求救？灿烂海滩原创作品，严禁转载。今天的三国成语故事见于《三国志·彭亮传》。时间为献帝延康元年，公元220年。相关人物分别为彭亮、马超、刘备和诸葛亮。原文如下：彭亮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：“那一朝狂悖，自求出海，未不中不义之鬼乎？先民有言：左手据天下之土，右手稳咽喉，于诸不为，况图托别出卖者哉？所以有怨望义者，不自度量，苟以为守兴事业，而有投江洋之论，不解主公之意，亦足感激，颇以备酒，驮尸劳旅，此图之下于宝利所致，主公实未老也，且夫立业岂在老少？至于内外之言，欲使孟起立功北周，戮立主公，共讨曹操耳，宁敢有他治邪？孟起说之是也，但不分别其间，痛人心耳。”这段记载的大意是，彭亮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说：“我彭亮一时狂妄背离，招致了应该被砍成肉酱的罪过，将成为不忠不义的鬼。先人有言：左手拿着天下的图籍，右手却割断了自己的喉咙，愚蠢的人都不会这样干，更何况我还是一个能够分得清大豆和小麦的人呢。我之所以产生怨恨的情绪，是因为自己自不量力，以为曾经立下大功，却突然听到将要被外放江洋的说法，不理解主公的心意，一时情绪激动，再加上喝了点酒，脱口而言不老字，这一点我非常愚蠢和浅薄。主公实际上并没有老，而且创立功业，又岂在老少？至于我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语，是想督促马超在北方再立新功，与我一起为主公奋斗终生，共同讨伐曹操。除此之外，我哪里还有其他的想法？马超的举报也是对的，只不过他并没有对我的话加以分析和理解，这让我非常痛心。本文要介绍的三国成语，便是彭亮在信中提到的颇别出卖，意为能分辨出大豆和小麦，比喻并不愚蠢和糊涂。这也是由彭亮所首创的一句成语，发生在献帝延康元年，公元220年的彭亮被杀一案，起因源自彭亮与马超的一番谈话。这段话被记载在《三国志·彭亮传》中，原文是这样：“老哥荒悖，可复道邪？卿为其外，我为其内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前半句很容易理解，所谓老哥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俚词，可以翻译为老兵痞，指向非常明确，说的是刘备。至于后半句的意思而已较为清晰，彭亮的意思是说自己与马超联手可以夺得天下，而这个天下指的也只能是一州。马超因为害怕被株连，将彭亮之语向刘备举报，刘备大怒，下令将彭亮逮捕治罪。身陷牢狱的彭亮也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连忙写信求饶。不过他为什么不直接写给刘备，而要写给诸葛亮呢？从他在信中的辩解来看，不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，而且颇多漏洞。可以看出彭亮也觉得自己脱罪的把握不大，写给刘备难以奏效，于是他想到了诸葛亮，希望诸葛亮能搭救自己。由此可见，彭亮对诸葛亮还是非常信任的，同时也知道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分量，因此彭亮又在信中专门提到了自己当年与庞统关系密切，曾共同历史，毕生追随诸葛亮。显然在想不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，彭亮只能用与庞统的关系来打动诸葛亮。不过令彭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件事情的起因就出在诸葛亮身上。彭亮当初深受刘备器重之时，诸葛亮就一直在刘备面前贬低彭亮，最终导致刘备对彭亮的态度发生巨变，这才有了将彭亮贬到江洋任职之事。这也导致了彭亮心怀不满，借机怂恿马超与自己一起背叛刘备，
只可惜彭亮死到临头都不知道这一切其实都与诸葛亮有关。参考书籍《三国志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